能不能给我买套房？买不起啊。我没有其他的要求，我就想在大城市能有一个自己的家，都是为了孩子。那你说咱俩要结婚了，小孩以后住哪里嘛？是吧？我住不住都无所谓，但是咱们的小孩必须要住学区房了。以后我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，小孩子不能输啊。可是我一个月工资就4000，每个月给你买包包、买鞋子、买烟，就需要2800，咱俩还要生活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？你嘞？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不是我陪你奋斗这么多年，你到现在你还是买不起房。可是我的钱都花在你身上了呀。你为什么一点出息都没有？啊，你浪费我青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算吧，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，人家有车有房。所以你今天就是来分手的是吗？对，今天是过来给你提分手的。我已经给你机会了，我给了你3年的时间，你这3年，你还是老样子，碌碌无为，你一点出息都没有。我不能再等你了，我要嫁人了。我等不起了，就这样吧。